陆总，关于这次的新品，我问你几个不专业的小问题，可以吗？好啊，你请问。好，这次的手机跑分怎么样？高刷这次有没有？是不是120赫兹？钻石排列肯定不成问题吧？触控采样率怎么样？能不能让我先开一下？还有那个哒哒哒的马达肯定少不了吧？到底送不送充电器啊？算了，那我还是帮米粉问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吧。这次手机还缺不缺货呀？一会儿要不我们还是聊一下街舞吧。